没有小玄机，就很平常，帅气。就是颜值本身。就帅气。五彩斑斓的黑。今天这个算吗？今天算。普普通通吧。还是很帅气的。谢谢谢谢。不会，刚才才吃了超级多东西。对，胡歌老师，因为我是仙剑迷。有跟他表达过吗？估计老师听不到，但是放在心里就够了，这一份爱。那我们等一下传达他，艾特他一下。谢谢。你这是挑，不许挑了，就这个了。底画的方式啊，好，这个，然后的这个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挑一个最简单的，真的很容易。这个真的啊，这个最简单的吗？啊。对，粉丝应该都猜得到。